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天就同大家整呢一个珍珠奶茶戚风蛋糕，面层仲会有流心的奶盖噶，听到都觉得好吸引咧，即刻睇咩材料啦！完成啦！面层嘅芝士奶盖好吸引啊，等我即刻试下咩味先。戚风蛋糕好松软啊，再配上芝士奶盖咧，味道一流。而且今次用嘅即冲粉、奶茶同砂糖系分开嘅，所以可以自己调校唔同嘅甜度。另外仲配有现成嘅珍珠，整蛋糕咧就更加方便啦。有兴趣嘅朋友咧，就可以试下用呢个方法去制作呢一个咁吸引嘅打卡甜品啦。Yoo-hoo!